嘿，你过得好吗？我希望你过得很好，因为我也过得很好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过的新年吗？那年我们23岁，我很紧张，因为你说你要带我回家。那时的我们很年轻，很迷茫，没有责任，只有爱。那一次的新年，我们过得特别难忘，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身份过新年。那是第一次我们没有一起过年。那天早上你很冷酷，因为你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。我们吵架了，你离开了，说你需要一些时间赚更多的钱，说是为了我们的家。原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过年，我们离开了对方，离开了我们每个新年早上的小习惯。如果我说我不想你了，那肯定是骗你的。所以如果你也在看着这一段影片，我希望你会过得很好。我没有什么遗憾，除了让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敌人。